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书迷说频道。年初啊，有特别高比例的人来找书迷做 fitting， 都是还没买车。往年也是一样哈，有一定比例的人是还没有买车，就先找书迷来做设定。我们会在这台模拟车上面让你体验啊，它就是可以无中生有。我们可以把你的目标的坐垫啊、合适宽度的把手啊、你有没有上卡踏，把它调整好。那有一套数据之后才去找车。常常有人问我说，我要先去买一台车来跟你做 fitting， 还是做完 fitting 再去买车？你当然是要先来做 fitting 再去买车啊，这是逻辑的问题啊。而且重点是，书迷的售后服务是免费的啊，所以你回来几次都不用再付费了，你只要付一次费用。买错车会懊恼很久啦，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。而买车就是一个决策啊，而且这个决策越来越大，金额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复杂，所以你需要收集的资讯是很多的。但是书迷可以化繁为简，然后另外一个让你去体验，后续呢协助你。上次介绍来家正姐妹姐姐啊，她也是先做 fitting 啊， Alan 的车子我们判断说是可以的，好，那我们就帮他把它调整成适合他骑乘，那现在就骑得很开心啦。那你要去买一台新车，接手朋友的车，或是跟网络上社群网站上去买一台二手车都是可以的，但是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资讯，需要顾问，要有人协助你。买车前做 fitting 是非常重要，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可以接受这样的概念。那今天书迷就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中间的一些流程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书面的资料。来，要怎么样去收集资料？第一个，我们要做身形的分析啊。身形跟设定有个统计上的关系啊，腿越长就坐越高，身体加手的长度是不是跟伸展有关？然后坐垫前后的位置跟你的大腿长是正相关，因为我们跟骑车的姿势就是一个蹲的变化型，腿越长，臀部的位置就会越后面。然后落差除了跟身高有关之外，还会跟你的躯干还有跟手的比例有关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东方人哦，躯干比较长，手比较短，所以落差会比较小。盛行于公路车的南欧人、西班牙人、意大利人、法国人，其实他们并没有很高大，但他们的躯干比较短，他们的手脚比较长，所以他们身体比较短一点，手比较长一点，所以他们落差会比较大。所以不要说看选手骑那样的车子落差很大很帅气，我们就要调成那样。所以说这个都跟身形比例有关。第二个，姿势跟动作分析啊，我们会用 3D 摄影机啊、动态截取系统啊，我们就分析你的姿势啊，边跟脚有关系。你在模拟车上啊，说明的铁牛上面直接上去骑，把你的数据放到模拟车上，你就会呈现出骑姿啊，而且这个过程是体验啊，你就会把你的感受告诉我，我会帮你做一些调整。所以我会给你一个四平八稳的建议，再由这个数据呢，才去找合适的车架，然后配置合适的零件，然后比如说把手，那你的需求就呼之欲出了。像这个就是我们家电姐姐的设定，好，比如说你的 ABCD 四个参数，曲柄建议的长度，把手建议的宽度，上管长，立管角，头管长，车架的 reach stake， 使用的坐垫，有这些参数我们就可以去找车啦。好，比如说你的目标只要出来，我们家电姐姐的车是什么 Tarmac 的 SL5 size 52，我们就由上面去推论找到合适的车。你们也是一样啊，网络上都可以去找啊。好，譬如说所有车架的几何其实都找得到，原厂的官网，国内没有就找国外。譬如说有一些国内品牌他们国内的网站上没有，那我们就去找国外的，譬如说 Tarmac、SL5 的，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相关资讯。所有的车子试售车都会有，没有你可以写信去原厂问，他一定会跟你讲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我们买车子需要知道的。你们就拿了书迷给你的报告去车店说，那你可以给我一台车吗？然后他老板就会给你一台车适合你的尺寸，然后帮你调整到位。天底下没有那么好的事哦。其实目前大部分的车店是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，甚至于说有一些车店他们还抗拒，因为他觉得我们剥夺了他们的销售权，不是他说了算。假如说他还在抗拒这件事情，我认为是不聪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给你们的资讯非常多嘛，那他只用他那个很单薄的经验，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啊。那我会建议这样子，就是说
大家可以跟车店讲说，哦，我做过 fitting 啊，那 fitter 建议我买什么尺寸，你建议什么尺寸，或者说你同不同意，不同意也没有关系啦，你可以衡量一下价格、它的机械维修的能力，还有这个方便性，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跟他买。我不会跟任何人讲说，要去跟谁买车，要不要去跟谁买车。那我会给你们一份数据啊，我这边也会存档，哦，13年来4000多个客人的资料我都有存档。那我会给你一份，你可以自己自由运用啊，但是你可以看说，哎，车店他有没有能力阅读，或者说他会不会去排斥这件事情，你自己可以决定啊。后续还是会协助你，比如说你去看了一款车，品牌型号啊，老板推荐你什么尺寸，那你可以回来我把资料给说明，说明还会帮你确认，等于是请了一个顾问在家里，说明会告诉你说这个车子适不适合你，假如是乘车的话有哪些配件是需要更换，那你可以先跟店家商谈，那假如需要成本的话付一点费用也是合理的，等你的车子都整理好了以后，你就要回来找说明调整。很多人也会跟我讲说，哎，我要去体验一下，或甚至我要去适应一下车子的设定再回来给我调整。我说，哎，你这个好像逻辑有点怪怪的，哦，因为那个设定还没有到位哦。其实你买对的东西，但是它还没有调整到位，因为测量跟放样然后阅读这些数据并不是车店具备的能力，所以这个还是需要书迷来帮你做。所以你拿到车之后马上就跟我约回来调整的时间，我会尽快的帮你们调整，你回来调整之后你才去体验，才去适应，假如在适应上或体验上有不够完好的，那你还可以跟我约时间，还可以再回来调整，或者是你要升级换更舒适的坐垫，或者是你有想要上卡，那你也可以回来找我，那我做免费的售后服务，那个都是你拥有的权利啦。所以买车前做 fitting 是非常重要，你就像是请了一个长期的顾问，终身的自行车顾问，没有利害关系啦，我不会跟你说为了想要卖你一个什么东西跟你讲这个东西好，或是我不想卖你什么东西我就说这东西不好，我用很客观的自己的使用经验也很多啊，可以跟你分享。好，我们经由买车前的 fitting 之后，你是不是可以建构一台属于你自己的车？像这台车就是家电姐妹姐姐的车，就是接手 Alan 的车。这个过程我们就是都有做过 fitting 啊，我们就可以判断。那你要去买一台新车，你要去车店买，你要去买接朋友的车或二手车，你都有足够的资讯啊。所以 fitting 是最基本的资料啦，而且你还请了书迷当你终身的顾问，那有什么不好呢？那我觉得车店呢也是，其实有很多同业也会看书迷的频道，我是觉得说其实你应该要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，至少不要排斥。很多车店他们都会说，书迷叫你买什么啊，那我就帮你弄啊，反正呢车子尺寸不对呢，骑得不舒服就去找书迷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又不用背责任，是不是更很好？你只要把变速调好就好了，刹车调好，车子弄得漂漂亮亮的，不是很好吗？但是你只要更聪明，你应该去涉猎这方面的知识去学习，不然的话消费者会慢慢去流失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从业人员应该要具备的能力啊，讲说 backfitting 是近现在进行式哦，自行车从业人员零售需要知道的知识。那假如大家对于买车前或是换车前的这个设定需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预约书迷的服务，谢谢大家。